结束了一天的忙碌，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谁又还能记得年少时候的梦想呢？ 即使那些画面早已泛黄，片段已经破碎，恍如隔世，但把它们连接起来，就是梦想。 我们无法知道在不惑之年应该如何去实现儿时的梦想，所以，我们像孩子一样去思考，但设计，认认真真的安装每一个零部件，认认真真的。 去拧每一颗螺丝钉，直到它出现在面前。 梦想生生不息。